吴谨言新剧演技遭质疑，和魏璎珞差别大。最近新剧《你是我的答案》开播，又迎来了一波热度。不过这次不是夸的，而是吐槽。网友看了后都纷纷质疑他的演技。他这次合作的对象是郭晓东，人物设定也是一个傻白甜。相信看过很多类似的影视剧的朋友，一定没什么意外的吧。但是在新剧播出后，网友纷纷表示，这次的演技和《延禧攻略》中的魏璎珞差别太大了，一个演技爆棚，一个就是尬演。其实说起来，要演好傻白甜这个角色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演得不好，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吐槽的样子。虽然现在吴谨言热度不减，但拍戏还是要听导演的吧，毕竟人物设定都是导演和编剧安排的，而他只是个演员，